可爱贴图加上逗趣文字，还能又唱又跳，让年轻人为之着迷。我买蛮多的，史迪奇啊，米老鼠啊，还有国军的、猫咪的、熊猫的、丹肯的，我还挺多的。花一点点小钱，然后就可以用图片，就感觉比较生动。几十块钱就能收藏动感贴图，和朋友聊天，互相调侃，天趣味性，也让大家买不停。不过贴图卖的最好的是谁呢？耶，我们是白蓝猫家族哦。白蓝猫蝉联两度台湾销售年度冠军，现在扩大办展览，一系列周边商品、爆米花、布偶、拖鞋、雨伞，还有手机壳跟布书套，一旁还摆设客制纪念品机，未来还要学日式卡通人物操作来开餐厅。其实白蓝猫它是一个标准的吃货，所以其实我一直很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帮白蓝猫开一间专属的主题餐厅，然后里面卖的都是白蓝猫爱吃的一些垃圾食物。而同样超有个性的贴图角色还有它。白目搞笑啊，然后很爱耍宝那种，然后有时候又感觉皮皮的，好想吐蹦跳的可爱模样深受喜爱，获得台湾年度贴图销售排行榜亚军。作者也顺势推出布偶、红包袋、扑克牌等周边商品，以及年节特别版本，针对过年来设计的一款贴图。贴图创意不断推陈出新，作者们还让虚拟动画成为卡通明星，推出各种商品与互动模式，攻占粉丝的荷包，也证实赖贴图经济正流行。记者阿公亚麦、张彦成台北报道。